龙又要死了。哎，大绝，这个飞扑，哎，睡着了，还是直接撞完睡了？嗯，没东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等一下，伤到尾巴。哎，刚才好像我可以这里，哎，哇，极限，不够，还在晃。我磨刀，完了，我明明防御他还是炸到我。蓝椒牌。看别的地方，亚美罗，亚美罗，哎呀，来看我，来看我，啊，看他，看他，来看你，来看你，哎，来看我的，来看我的，干嘛？我这场就一直喝水就饱了。咬你一点，不要撞我啊。我要被他烧死！完了！哇！我刚好在他头上，他直接喷这个。逃也逃不掉。机车哎！哎！哦呦！哎，大哥啊，大哥啊！不要过来！不要啊！不要撞死了！哦，好好的呀！是我在他头上突然喷，他喷小周，我都还没敲，我穿服装衣，然后喷这个大的，喷那个大的还下不来，我那个下来也是死了。就是很爱撞来撞去，没时间喝水，喝到一半就被撞死。
我打你鱼龙，卡巴进来帮我打。两个人在打比较快，已经弄别东西。没有，就只是你鱼龙而已。没关系啊，还是比较快。你就是不想跟我打。不是。我已经在麦当劳等那么久了，不是啊，喷水池等那么久了。原来你才是麦当劳的那一个，你看，承认了。吵屁啊！就跟你讲说在这边等超久，你就没跟到人，就跟你讲说先进来，这边你也没有进来。昨天是不是有讲？没有。所以你在打泥鱼龙？我怎么一来看到萤火龙？我天！只要在旁边跳舞就好了，妈的！对啊。弹起来又翻土，哎，他每天的蒸汽奖极限奖励都不一样，每次吧。今天的是金之炼金票。哦，真的吗？不是每一次开的不一样吗？啊、不晓得哎、欸，可是我前两天看都是王凯玉，今天没有王凯玉。那我还不去炼金票？哎、欸，那干嘛要打魔物嘞？对啊，不是练就好了。啊，我去吃饺子老虎机，我要打魔物嘞。哦，我真的。不不。还不是立张古龙。好。
然后钢龙的力战啊。等一下嘛，看一下拉巴机啊。啊，我也在往拉巴机跑。没有呢，我是王凯玉呢。嗯？那你左边？左边？左边那片清单有王凯玉吗？左边的面砖没有啊，他是中间写突破蒸汽力极限奖励王凯玉啊。哦，是哦。啊，左边左边是谢礼清单啊。哦。有啊，谢礼清单有金志龙人票据没错、啊。对啊。一直都有啊。票据。每个人不一样。阿佛系的是什么？你是说左边还是中间？中间。金志龙人票据啊。啊，我怎么是王凯玉？没有，就是你转完之后都不一样啊！你转完之后出来都会不一样啊。是啊。是啊。对啊。我以为一直都是王凯玉。那我转完先试试看。猫上来帮忙，还是会想手动一下。猫上来我会手动一下，我都按。他都亮给我看。まだ頼もう。才讲完猫就上来了，干，都卡好了。手机压在空白键上。边滑。哦，一轮，我去看看。我结束了。哦，真的耶，对对，我换成王凯玉了。So name 先生终于出来了。嗯，真的。好，可以来打古龙了。为什么按那么快？我还没结束耶。我是本身就快满了啊。哦。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。嗯。好，我看你换成什么？还是王凯玉啊？王先生真的很比较爱你啊。在这边对王先生发出严厉的斥责，不要再出来了。而且他如果完成一轮之后，他你还不跳出去重按，他是不是就不会更新？下面
么意思？就是那个奖励啊。假如说我现在是王凯玉，然后所以我现在啊，这样讲好了啦。你夹娃娃机，台主在旁边看你，你夹到之后，他想放娃娃进去，可是你站着那个不放，懂吗？他就没办法放心的进去。对。放心的金奖给你，对，你把金奖夹走了，嗯，他死，然后还有继续讲，一定要有金奖，继续讲，什么比喻哟、哦？不然说转蛋机，把 A 赏转走了，他就没 A 赏了，嗯，他就没 A 赏，要不然就是里面全部都是 A 赏，他没办法换成 B 赏，哇，那当然是不要给他换了、啊，他妈的我已经夹爆了。这种就是台主白痴，我还不夹死他。给年轻的小伙子一点见识，见识。叮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如果没有，还是不见了。对啊。啊，江江也不进来。啊，哦，你接了。我接了。啊，你接了。从我们在玩拉霸的时候就接了。好接接，接接，不用接接。嗯，三个人打，帮我吃餐具。我吃过啦、啊。Oh no！ 没吃到吗？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没有？明姐在里面。啊，那是上一场，抱歉，打你羽绒的。哎、欸，鱼啊！我要属性大。我好像也配得出补妆了。哎、欸，根本不需要啊！我换武器就可以了呢。更换装备。银白小窗摇摇，汪汪乱汪。找一个深爱的人。告别单身。我的，我的老。台湾已经沦陷了吗？肺炎变成七例了。哇！昨天我看就五例。昨天的五例了啊。对啊，今天又再增两例。正常啊，那么多人在街上爬爬照。对啊，过年的。真是。哎，吃喽。傻眼。好。等他有偷渡来的，你没抓到的嘞，不是？嗯，就跟食安问题啊，什么都很安全，啊、只是没抓到而已。没错，这个我有深刻的感体会。对啊，我每天在抓的。都开撞，开撞。这边能撞吗？那边是真墙还是假墙？我撞啊！那边是假的，我们要那个熔岩的是真墙。好，你撞。这边这一面有矿石，这一面他家门口。他开了，他刚好进洞。对啊，他知道我。太远了。哦，打石头下来了。打麻将都没那么准。认真的。奈斯来了，我们的无敌奈斯。你不早点来，我穿捕食中你才来，是故意的。匆匆要他，匆匆要他，匆匆要他，匆匆要他。我也没有捕食装。没关系，我穿，我就穿原本那一套就好了，反正不吃彗星那些。哦，对。对啊。我中肺炎了，小心。靠呀！你离开我！我的肺炎爆炸了！他的肺爆炸了！我的肺爆了！对啊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虫虫加油系统，
还是很吃队友啊，还要控啊。他提醒我们，他装的是重，他穿的是重，我也是散弹重。啊靠！要按错。哎、欸，你的兔子也蹦出来了，小心。你在提醒我们，你带的是补装。不是，我忘记切回系统，因为我都有调好。打头，晕了 ，nice， 加油！在这个角度，靠他 ，nice， 我来跳舞。有两个人在我后面跳舞的，他妈的！我有补哦、喔，真的哎、欸，我有补哦、喔。我们两个群呢是怎样？舞群。不啦。哎、欸，一下伤害98哎、欸，你还不让虫虫咬？我没有说不让他咬啊。哎、欸，有一个部位106哎、欸。我只有知道他从翅膀还哪里哎、欸，还是眼他的眼睛。眼睛是不是？等下你、欸、那个 Dancer 有人可以帮我软化他的头？没有 ，Dancer 要两个。我补 ，Nice 你打。我先打了。好。还感谢等等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次。跳起来，跳起来！跳起来，跳起来！哦，很会甩哎，你是啦啦队队长吧？不是，我们在帮忙击晕哦，这有用哎。昨天我们就这样玩得很开心。有那个很晕的，那个是真的很晕。哎、欸，可以撞，可撞。哎、欸，不要咬我，不要咬我。等下撞怎么撞？好好好。转身一撞，一堆人在头上是不是？不要给我进洞哦。好，开始！我啦！刀！好吵哦！我昨天觉得很吵，因为……那你的虫打在阎王燃烧的部位会有伤害吗？还是燃烧的部分？燃烧什么部分？就是它的铠甲的部分，伤害的部分也是白的啊！算是哦，也是有伤害啊！有伤害啊！哇，它虫很强哎、欸，它虫比子弹强多了。拜托，这个虫喝过古龙之血，撒过古龙血的虫，对吧、啊？随便打的地方还有38伤害啊，3839。硬要撞墙，他就倒了。拜托，这召唤师系统。就打了。嗯，有策，有超虫棍，再加锤子，完美。哇，你在暗示那个冲枪不需要吗？你在说我废吗？没有啊，我就废，我就烂。你看，他是力战古龙哎、欸，哎掉了我。对，我什么都没有掉了我。你看，虫虫就咬了10000伤害，你们打了14000。好猛啊！那次我就不说，因为他比较晚进来。而且重点是我还是捕尸哎，这才最棒的哎、欸！你看捕尸可以打到这样的伤害啊！暴力捕尸，还没有受残足各位。迎过来！不能让我们拍照的受残族，各位快点！来了！揍他！哎！受残族，他断大绝！哇，你好棒哦！我等下，一物给你们好吃的。不啦！哎、欸，脸没软，可恶！等我一下哦、喔。好好，还是不要等我好了。你上。我都感谢完登者，你才叫我上。我要补啊！我已经尽力。我穿好不动一点。感谢你。你
重受益。我会在你旁边跳得更卖力的。好。玩什么锤子啊？超虫棍就好了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又安全又能补，还能晕龙。对啊，我要去换一个那种切割的虫子了，还能断尾。快挂了！他真的会被虫气死。难怪现在那些蚊子都那么强。哎呦，只要是昆虫系的，一律 buff 吃。真的、欸、，buff 昆虫系的、欸、蚊子现在不好。哎，是我们之前就玩错了，我应该那个那时候竞技场这样子玩。没有没有，之前哦，你说竞技场啊、哦？对，竞技场有打击虫吗？没有吧？我可以切它尾巴。哦，然后我至少可以站很远的啊，站很远打，可以试试。三趴，还可以再打一次吗？我看看，没关系，那等一下会来这边。哎、欸，不行，留下来而已，等他会下降，还好。好可怜。真的会被气死！他妈的，这个他死得很冤呢、欸。哎，他、啊、这一辈子都在地板上生存。你就只吃，可是可惜，因为他要让虫吃石头啊，所以不能一次晕。像这样子。啊不是吃一次就可以持续一段时间吗？对啊，可是我昨天看那一次给我那个，看吃石头，呜，长这样子，谁干你？吃石头？那是说什么吃尖，就是吃龙掉下来的东西会增加它的攻击力啊？啊，吃捡到那个地图环境的东西是增加那个持续时间。哦。连护士都塞防御，我好屌！哦，活着才有输出，真的是活着才有输出、欸、你是看 Nice 的吧？我的不是啊。哦，我是看 Nice 的、啊，我往